来，老师这边哈，来探讨一下手术的应用。什么叫手术？假如说一个 log x 算出来 n 加 b， 其中 n 是个整数 ，b 是个正的纯小数的时候，这个 n 就称为手术嘛 ，b 就称为尾数，这样行不行？那我现在探讨一下这个整数的地方，也就是手术，这样行不行？这个整数的地方，我在数学上称为手术嘛，它有什么用？来，第一个，在 x 大于一的时候，来听，在 x 本身这个数是大于一的时候，哎，老师讲一下哈，什么叫 log？log x 什么意思？它没有写代表底数是几，十，对吧？我一再强调 log 在求什么次数，十二起三的 x。你算出来是不是 n 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你要知道 log 递进，好不好？你 log 算出来是要求什么？求次数嘛。底数是10的时候嘛， 12 几次方的 x 算出来是 n 次左右，看到？所以说你去观察一下，在数学当中你看一下，10的一次方是几？ 10， 两次方是几？ 100， 三次方是几？ 1000，四十万自己一万，有什么感觉？当以十为底的时候，次数算出来一次，这个数字会是两位数；次数是两次的时候，代表这个数字是三位数；三次的时候乘开，代表这个数字会四位数；四次的时候乘开，代表这个数字会五位数。所以说，我可以知道，当 x 比一大时，这底数是十，十二起算 x 算出来是 n 次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就这个 n， 老师可以知道这个 x 本身是几位数 ？n 加一位数，这样行不行？为什么？一次的时候算出来一次是两位数，两次三位数，三次四位数，四次五位数。所以说这 x 算出来是 n 次，可见 x 本身就是n 加一位数，对吧？哈，再一次，一次是两位数，两次三位数，三次四位数，四次算出来是五位数。所以说，一旦是 log x， log 是求次数嘛，十二起算 x n 次的时候，可见 x 是 n 加一位数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，抓这个要诀，位数怎么算？它可以等于首数加一，把这首数加一，这样行不行？这第一个现象，叫 x， 第二个 x 本身借0到 1， 它是个小数点的时候呢，那一样我们观察一下，10的负14是 0.1， 负24是 0.01， 负34是 0.001， 负44是 0.0001， 有什么感觉？负14代表在小数点下第一位，负24代表小数点下第二位，负340代表在小数点下第三位，负44的时候代表在小数点下一二三四第几位？第四位。换句话说，次数是负10，它会数字本身会出现在小数点下第一位，负24的时候数字会出现在小数点下第二位，负34会在小数点下第三位，负44会在小数点下第四位。所以说我可以知道它算出来 n 次的时候，这样行不行？它在小数点下第几位？第 n 的绝对值位是不为零，也就是开始出现数字，这样行不行？来，很多同学齁，听着都听不太懂。来，老师举例好不好？用例子说明齁，可能会比较清楚一点。来，看这边。比如说一个 log x， 算出来5加3 log 3.21， 这样行不行？好不好？这叫手术嘛。这叫尾数，这样行不行？好，你看一下，我老师问你 x 是多少，大家算出来行不行？好不好？所以 log x 等于5加上 log 3.21， 问你 x 是多少？什么叫 5？ 配合大家 log 好不好？而且是 log 以几为底，以10为底。什么叫 5？5 可以写成 log 10的54，这样行不行？后面多少？ log 3.21 不动，写到这边两个 log 相加，我可以合并成一个 log 怎样相乘，所以说我可以知道这个 x 会等于多少？ 3.21 乘上10的
五次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石老师问你，乘开这 AK 四期，刚才讲过，十二一次方是两位数，两次方是三位数，三次方是四位数，四次方是五位数，可见十二五次方乘起来是几位数？六位数。所以说 3.21 乘上十二五次方乘起来是几？它可以写321，听啊，要六位数嘛，所以后面补上几个零，三个零是不是要了？所以 x 算出来是32100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，当首数是5的时候，这个 x 也就是十二五次方，有没有看到？十二五次方，所以说乘起来就是几位数？六位数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其实借由这个5，我就可以知道 x 乘开会有十二五次了，对吧？所以它算出来一定是六位数，所以说位数等于几？首数加一，这样了解老师意思吧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再来第二个，只要 log y 等于负四加上 log 5.43，也是一样。什么叫负四？配合这些 log 行不行？还可以写 log 十二负四次，加上 log 5.43。两个 log 相加变成一个 log 相乘，这样行不行？对照一下，所以说我的 y 就等于 5.43 乘上12负4次。你观察一下，12负1是 0.1， 负2是 0.01， 负3是 0.001， 负4是 0.0001， 有没有？所以说12负4写出来是 0.000， 后面再写下543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老师可以知道一件事情，这边写负四的时候，我可以知道它就是十二负四次，对吧？十二负四次会在小数点下第几位？第四位才出现数字嘛。所以说算出来这个首数是负四的时候，我就可以知道这个数字它算出来是个小数点，没错，但是要在小数点下第几位？第四位才开始不为零，才开始出现不是零的数字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可不可以？再来一次哦。所以说透过这首数负四，我可以知道它写出来是十二负四次。那十二负四次，老师就可以知道它在小数点下第几位？第四位地方才会有数字出现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当算出来自己 x 借0到1的时候，首数是 n，所以说我可以知道 x 在小数点后第 n 的绝子位死不为零，也就是开始出现数字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麻烦你到这边把怎样把这种观念整理一下，我们等下再继续下去。 OK， 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。他告诉我 log 2等于 0.3010， 求2的45次方乘开之后它是几位数，这样行不行？麻烦你今天问你2的45次方，你可能把2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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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45个2吗？不可能。那老师这里怎么算？因为这里只问你它是几位数嘛。好，要求几位数很简单，我们用什么？用 log 来解决，这样行不行？把245次方把它抓起来取什么？ log，把 log 值找到，行不行？那怎么找？45可以往前飞，变45乘上 log 2。那 log 2是几？ 0.3010。乘上45，行不行？乘起来是几？ 13.545， 有没有看到？写到这边，老师一再强调，在 log 的时候碰到这对数时，我习惯上把它拆解成整数归整数，小数归小数，而且小数点部分要什么号？整号，行不行？把它拆开之后，行不行？其中的整数的地方叫做首数，尾巴小数点的地方叫做尾数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前面当中老师讲过，对一个 log 来讲，当 x 大于1的时候，这 x 算出来它是几位数怎么算？直接把这首数把它怎样加一，是不是就好了？所以说它首数是几？ 13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2的45次方算算是几位数？14位数是出来了。
可不可以？可以好 ，OK， 这就答案了，这样行不行？可以好，来，老师补充一个观念，老师这有什么用？所以说你观察一下哈，二四十五次方，你拿计算器按慢慢按，2×2×2×2×2×2×2×2×45个2，会按到想哭的感觉，对吧？那我借用这 log， 我可以马上就可以知道它乘开是几位数，14位数。所以2×45次方乘开之后大概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，它大概乘起来会这么大，这样行不行？那如果说你数学程度好，好不好？一般考试不会问这个的哈。OK， 老师，事实加强一下下。那如果说你程度好，我可以知道 log 二是0.3010。log 3是0.4771， log 4是0.6020，所以0.545，有没有？0.545代替3到4之间，有没有？所以0.545大概是 log 3点多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我可以预估，这开头这个数字会是几？ 3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你看一下， 2×45次方乘开，我这样轻轻一算，就可以知道它是个14位数。而且透过这 0.545， 老师可以知道它开头是 3， 我就可以大概知道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千亿兆十兆，所以2×45次方乘起来大概是30兆这么大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同位可以哈，所以说到这边麻烦你哈，但是关键是不会考啊，我们一般来讲只会考到这边，问你几位数就好，知道吗？这边只是老师这样加强补充一下下。这样可不可以？可以哦，麻烦你把这边看一下 ，OK。那我们看一下这题哦，他说6×24方分之1乘开之后，在小数点后第几位死不为零？其实哦，求这种位数问题，我们一般来讲就把这个数字抓起来去什么 log， 去利用对数值把它位数给它找到，行不行？那怎么找？那其中6×24方分之1，对吧？它可以改成6几次？-20次。只要这边次数往前飞，变-20×3 log 6。那什么叫 6？ 6可以分解成2×3。所以说它可以把拆解成 log 2加 log 3。那 log 2是 0.3010， log 3是几？ 0.4771。所以加起来是0.7781，有没有？乘上-20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乘起来是-15.562，这样行不行？我一再强调，我们在算对数值的时候，习惯上整数归整数，小数归小数，而且小数要什么号？整号。所以说这时候把它拆开，怎么拆？麻烦你不要乱拆哦，开头是有负号，标准拆法，把它拆成负的括号15加上0.562，这样行不行？把负二给丢进去，变-15减掉0.562。好，写到这边，我希望把它变成正的，而且整数归整数，小数归小数，怎么办？我就把这边抓起来怎样？加一，那这边怎样？减一，所以算出来是几？-16加上0.438，行不行？所以说这就叫做首数，这叫做尾数，这样可以吗？那老师在前面地方提过一个观念，一个 log x， 它算出来是0到1的时候，我借由这个首数 n 就可以知道 x 在小数点后第 n 位死不为零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说算出来是-16，对不对？所以说我可以知道它在小数点后面第几位？第16位，死不为零，死出来了。可不可以？可以哦。来来来来，老师补充一个观念，很多同学问我，老师这算出来有什么意义？如果说我详细解释一下，哎，听好，这补充的哦，听好。所以说6×24方分之1，如果说你硬要把它算出来，老师刚刚讲过，它在小数点后面第几位？第16位，死不为零。可见6×24方分之1，把它乘开之后是 0.8
在小数点后面哦，第十六位十不为零嘛，所以小数点后面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三、十四、十五，它连续十五个零，第十六位的地方才开始出现数字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吧？可不可以？所以第十六位的地方才开始出现数字，那你观察一下，透过这个 0.438 有没有？它是首数这尾数嘛？透过这 0.438， 因为 log 2等于 0.3010， log 3等于 0.4771， 所以 0.438 是介2到3之间，这样行不行？所以 0.438 是 log 2点多，所以说这个数字的开头会是几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所以6的20次方分之一，你慢慢算要算很久，但透过对数取出来 log 值之后，我可以马上去预估它是0点小数点后面连续15个零之后开头会是2，有没有？第16位地方可以开始出现数字，那开头数字是几？ 2， 这样行不行？那你不要害怕齁，这边听不懂没关系，考试只考到这边而已，好不好？这个题目只是补充观念给大家听一下下，好不好？到这边大家去把这边整理一下， OK。